小陈，你今天很是大方哎，居然请我们吃自助餐。今天是盛哲的首演，当然是要庆祝一下啦。哦、当然。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早说啊，我要是饿一天进去，保证吃的老板想哭。不过老陈，你吃了两个小时居然一滴水都没喝，我也是很服你啊，你真牛。到底有什么秘诀呀、啊、快说。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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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摸摸右下颚，有没有突突的跳动？对，赶紧去吧！快去！去去去！快呀！我不敢了。